上限，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，没错。现在听到了，他听到自己，他听到自己。我是劝你最好先投降。哦，太强了吧！好，我是盖伊，今天来到三剑客健身房，要来找这个健身的路人呢，进行这个捏握力的挑战。这个捏握力其实非常重要，很多重量训练做不做起来，你就是看这个捏握力。而且捏握力在日常生活中是用途是非常大，不管是生活或是运动，平常做菜捏大块，然后攀岩、暴食、引体向上都非常需要捏握力。不知道药师的捏握力怎么样？可能比你好了一点点。不过还好，我们今天是队友。那对，我们今天是要一起去挑战路人。等一下怎么 PK？ 等一下 PK 呢，就是你看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，这有一个15公斤杠片。我们俩很简单，不管用什么方式，捏、抓、扣，怎么样都可以，你就是想办法把这个杠片举起来，然后 PK 看谁撑得久。那赢了有什么奖品？今天奖品很厉害，我这边已经准备好了。要来发奖金了，只要赢我们，1000块。只要赢我们呢，如果超过时间1秒钟，给他秒薪加100。看这个时薪哦，惊人，很惊人哎。等一下就是我们会请路人选他要挑战谁。对。他如果挑战我的话，就是跟我 PK。他如果挑战你，就是跟你 PK。如果挑战你，你输了的话。如果他们都专攻你一个人，到时候你的脸就不要太狰狞哦。只有脸这个部分，我是不担心的。那我们就去找人挑战去了。好，那我们来到第一站，我们三剑客的有氧区、草皮放松区，来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捏握力神人。那我们就去找看看，走吧。今天规则很简单，这里有放15公斤的杠片，我们来比看谁捏得比较久。你要怎么样抓，怎么样捏都可以，就是想办法把它弄起来，就这样抓。我们就这样，看谁先力竭掉下去，谁就输。可是女生怎么算？女生的话秒数可以乘以二，就比如说她捏30秒的话，我要到1分钟，我们算平手。所以她31秒，我到1分钟，就算输给她。然后赢的人呢就有奖。奖金是赢我们就1000，然后每秒加100，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。那接着下来就是我跟药师，你要选一位来挑战。一开始就挑战我 ，OK 吗？什么他是破关机器人。好，来，你要加号对不对 ？OK， 来给你选，你要左手还是右手？好，不要说政治路，右手对右手。我右手对右手吗？好，来，好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我这个挑战竟是如此的静态，看着先笑出来。累吗？还行，还行啊，我也很轻松哎。那你要不要？听说你今天练了什么？今天练久了。真的吗？你有认真练吗？有啦。你真的有认真练？真的、哦。你是不是有打听到我们今天要拍片，所以今天休息了很久？稍微瞄到一下，瞄到一下。好、哦，如何？是不是快滑掉了呢？还撑得住 ？OK 啦，我可以在这边再盯个5分钟吧。我是劝你最好先投降。我强哎！哇塞，你盖伊有偷练哦。我现在看起来表情有很狰狞吗？你看起来很从容优雅。哇他真的很强哎、才第一位，才第一位而已，第一位就已经超过盖伊了，多4秒，他时间多长？1分27，哇塞，1000，哇，不简单，喂，来了，今天这个参赛奖，这边是三得利的男性脸部保养品，半桶。3种香味可以选，这边有原调款、经典款跟清新款。那我就选清新款了。
好选择。还有我们最重要的，超过四秒嘛，加四百，加四百，所以一千四。哇塞，完真的，完真的，来，恭喜恭喜，谢谢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第一位，第一位就遇到这个，看太强了吧！来，晚餐你请。好，两位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好了哦。来，三、二、一，举。哦，哎，很紧张。他看起来很轻松。看起来，我看一下，哦，有点狰狞，有点狰狞，脸部已经有点带伤。有有有，我听到呼吸声慢慢变大。不是，我是很担心，就是慢慢第一个就把自己弄到美丽。真是屌！不用了，哎，已经45秒了，45秒。我现在前臂很酸，我的。顶住了，你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已经，你是不是刚已经也快不行了？对方一下去，你马上也放掉了。好流体力，很强哎，很强。因为你知道吗？这个真的很难，我必须得说，朋友他是怪物，你已经是超人等级，你能捏到52秒，也不简单，这可以跟你分享。对，你绝对有资格跟他分享。来，首先呢，我们来发一下我们今天的参赛奖。参赛奖呢，就是我们三得利的男性脸部保养品泛轮，还有三种香味：原调、经典款跟清新款。原调，你要原调，你是这个 original 的男人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。请选择你要挑战的对象。干！哇！来，五二一，开始。你都走了那么流派，兄弟，等一下还要练胸，不要那么劲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恭喜你获得我们今天的参赛礼物，三得利的男性脸部保养品，有三种香味，看你要选哪一种，有原调、经典款跟清新款。清新款，哦，清新卧推流，来，送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挑战，好，来，要选哪一位？请选择你的挑战对象。好，现在都专攻盖伊哦，专攻盖伊的对。每一秒是要多一倍才算赢哦，压力好大哦。对，开始。嗯，我的感觉，我盖伊很优雅哦。真的吗？好的啦。哦，欸、很强哎、欸！要是现在7秒了，欸、他已经20几，他已经20几了，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抢钱的。开始滑，开始滑，就是，好，再发，继续啊，继续，你要继续啊，你要继续啊，他38，所以1分16，上，哇，好蛋啊，帅，哇，干一帅哦，开始学习了，好。盖伊成功守住了。哎，盖伊，你要证明啊！不要，不要，帅哦！来，那我们就恭喜我们的挑战者，我们的参赛第一，三得利的男性脸部保养品。哦。泛轮的有三种香味，
没有原调的、经典的跟清新款。女生也可以用吗？女生可以送男友用，你可以捂。你希望你男友是什么样的味道？清新好了，清新一点。对，他太臭了，太臭了。啊恭喜清新款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哇，盖伊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组成功，看来这个挑战真的很难哦。而且大家到后面都有点连部带场，连部带场是必须的嘛，毕竟已经力竭。不过盖伊，我看你的表情倒是很从容优雅，你是不是有偷练呢？我也是非常努力才能显得毫不费力啊。必须得说，就是男人健身就练身材真的非常重要，但是。脸部控制呢，表情管理，这个脸部的照顾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最近呢，都在用三得利的泛轮，三得利泛轮集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于一身，洗完脸后使用，能保湿滋润又控油，也让我的气色变好了。三得利泛轮不用瓶瓶罐罐，一瓶就搞定男性肌肤保养。哦，我现在来到了三剑客第二区。我们这边有自由重量、机械跟健力区。不过刚刚那个其实也没有，有氧，他们只在有氧区跑，他们只在有氧区跑，但是他们都是练健力、健美。我们这里的人都特别强，奇怪、欸，就是最近健身房什么一堆鬼神，对，那我们就来这一区找看看，看一下是不是还有更强、更强的鬼神。你要控制很简单，这里有十五公斤的上限，然后底下就是挑一位你想挑战对象，你就一二三一起捏起来，捏起来，这样子我们比赛看谁先掉下去谁就输了，因为我们就是1000块，但超过1秒钟就是加1000。记得我们今天的奖金是没有上限，没有上限。你撑到明天这间店的面临，你撑到明天这间店。那。你要挑战对象，我是觉得药师啊，是觉得给他一点那个画面，药师需要一点不足，因为今天画面太少。哎，好，让我们准备哦，来3、2、1，举。他很喘，而且他汗流浃背，他看起来真的是练完，他看起来真的是刚刚练很久的。好，你就不要打扰他调息。好了啦，30秒了。要是进入到健身到什么时候？我们叫我来上班啊！完了，明天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三剑客柜台公司。掉丝了！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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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掉！7秒，我也是觉得蛮累的。哦，强哎，他是真的强。我们今天的参赛礼物，这个是最近在日本很红的男性保养品，有清新的、原调的跟经典香味。哦，你想要原调原调 ，original 的男人，恭喜！哎，谢谢。来，请选择你要挑战的对象。挑战盖伊。Nice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辛苦了，那可以休息了。可以放过自己，因为我还觉得很轻松的。真的吗？1分20。哇塞！
较强。就是他看到你掉了，他就瞬间停了。所以你刚刚已经是极限了吧？对。我们来颁发今天的奖金，要是赢多少？一秒。不简单，不简单，不简单，真的。今天呢，胜利的，恭喜你获得1100块钱。今天的最后一位挑战者，请选择你要挑战的对象。那位。哦。选哪？选哪？你确定吗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哦。非常确定。好，来吧。好，我准备好了。一，准备好了，来开始。盖伊，你这一轮最后一轮你要怎么样的？应该是脱不了皮啊，前面已经用太多力了。你知道吗？不好说，没感觉，不好说。我现在已经觉得手超痛的，有点酸。好，45秒，45秒，一，已经算不错。今天赚最多的，他现在有钱的力量，这里他已经超越了那个。他再继续捏下去就要破你记录了，记录了。哇！这样怎么样？超过怎么样？130。超过23。3300的奖金。他今天拿到今天最高奖金3300块。来，颁发今天的奖金3300嘛，对不对？哇，小朋友在对着你笑了。4个月的会籍，到手。哦，好爽啊！哎，3300块，恭喜！谢谢。哎，我们今天除了奖金呢，还有要送一个参赛的礼物，一个很棒的礼物。这是最近在日本很红的饭的男性的保养品，经典款。经典款，恭喜！经典捏窝里的男人，我今天没有看到弱的，都很强，都蛮强，就是一强还有一强强。这我可能超过盖伊，所以是个震动力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就是眼睛都是 S 的形状，上面一直在跳。如果撑一秒多给我1亿的话，我刚刚可能撑到2分。我用我全身的力量跪下来撑。今天的影片呢是与三得利范伦的合作影片。那范伦呢，他是最近风靡日本男性的革命性脸部保养品，除了肌纯能保湿肌肤，还有威士忌酿造桶材延缓肌肤老化征兆，独家的 WOW 技术，一瓶搞定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的功能。男生真的是常常觉得保养很麻烦，但这一瓶真的用过就回不去了，我自己是很有感。一瓶搞定。目前范伦呢有推出一组10日体验盒，内容物共有范伦的经典款小瓶一瓶与原调款、清新款试用包各1。Okay, 那这三种差在哪里？这三种的香味呢都不同。像这个经典款，它是带有木质调，它适合沉稳的手感，像波波那样子。原调款呢，它就是有沉稳淡雅的花香调，它适合优雅绅士，像蔡药师这种欧巴就很适合。那再来呢，清新款它有清爽的柑橘调，就整个闻起来让你充满活力的感觉。感觉清新款很适合盖伊本人哦。哎，这也是我们今天最多人选的味道。那如果你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香味呢，这个十日体验盒就非常适合，而且目前呢还有首购体验限时优惠390，赶快购入一起帅起来。或是在3月底前，到我们3000克的永和店或是板桥店，都有提供会员可以领取试用包，数量有限，不要错过喽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先到这边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想看我们挑战什么项目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。我是盖伊蔡药师，下次见，拜拜。